小青怎么踢球踢一半呀？太冷了，我带了一包花生，补充补充热量，要不然一会儿真的踢不了了。哥哥，你也来一包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刚囤的恰恰椒盐香花生，每一粒都很饱满，外面椒盐的口味也合适，追剧下酒都无敌了。小青，我也想买点，在哪儿买？来，哥哥，我教你。左滑逛抖音商城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一键入手我的同款。抖音双十一打直球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上亿神券更超值，超多日用百货、大牌好物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。我买的这个15包才9.9元，爽快下单不等满减，超值超好囤。吃爽了再踢一会儿吧，哥哥。只有你是我的解药，让我为你画一幅画，用我全部生命就像，清除所有情绪也罢，画出属于我们的家。